据《每日邮报》11月3日报道，最近英国王后卡米拉在访问肯尼亚期间被拍到罕见向她的丈夫查尔斯三世国王公开示爱，两人的亲密举动让王室粉丝们尖叫不已。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我们接着往下看。11月1日，卡米拉与查尔斯一起参观了内罗毕国家公园，而在观看谢尔德里克野生动物基金会大象孤儿院的工作时，卡米拉被拍到轻轻地拍了几下查尔斯的臀部，对丈夫的爱意溢于言表。随后王室粉丝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这有趣一幕，并配文写道，卡米拉稳住，虽然不知卡米拉是否有意而为之，但毕竟当时是在公共场合，王室成员的每一个小举动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所以难免不让人猜测卡米拉是不是在效仿凯特米德尔顿。此前在查尔斯国王的苏格兰加冕典礼上，凯特王妃也曾被拍到轻拍威廉王子的臀部，以表达对丈夫的爱意，并因此收获了很多粉丝的称赞。不过卡米拉要想超越凯特恐怕很难，毕竟她的过去仍让一些粉丝难以释怀。但不管怎样，如今卡米拉与查尔斯的感情是越发稳固了。据报道，查尔斯与卡米拉刚刚结束了对肯尼亚为期五天的国事访问，而这也是查尔斯国王即位后首次访问英联邦国家。话说回来，在内罗毕国家公园时，这对夫妇还一起观看了大象玩耍，卡米拉甚至亲自喂养了一只失去双亲的小象，并感慨说他们看起来很满足很开心。当天卡米拉穿着菲奥娜·克莱尔设计的自由棉大象孔雀印花连衣裙，而为了方便他还搭配了一双棕色短靴。而在给小象洗泥浴之前，卡米拉会见了在该中心工作了20多年的首席饲养员埃德温·卢西奇和其他饲养员，他们告诉卡米拉，小象非常喜欢泥浴，因为泥浴可以保护他们的皮肤免受昆虫叮咬和晒伤。之后76岁的卡米拉还与当地妇女一起唱歌跳舞，而当他们把卡米拉的手举在空中唱着非洲传统歌曲时，卡米拉笑得非常开心。而在参观耶稣堡时，卡米拉与查尔斯也是形影不离，羡煞众人。当然来到非洲，查尔斯肯定不会错过他一直以来关心的环保问题。据报道，查尔斯听取了气候变化对堡垒的影响以及为减轻相关风险而实施的战略。而值得一提的是，查尔斯与卡米拉似乎与大雨有着不解之缘，两人在前往蒙巴萨赴约的路上还被拍到顶着暴雨前行。然而尽管下着倾盆大雨，也抵挡不了肯尼亚人民的热情，看到查尔斯和卡米拉来访，他们大声欢呼，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前不久的巴黎之行，当时查尔斯与卡米拉也是受到了法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而这对王室夫妇此次访问肯尼亚正值该国准备纪念独立60周年，据悉他们是应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的邀请访问肯尼亚的，以庆祝两国关系。此外卡米拉在非洲也单独承担了部分访问工作，并受到了当地人民特别是妇女的热情欢迎。按照行程安排，卡米拉在肯尼亚访问了一家大型慈善机构，该机构致力于帮助遭受不平等对待或家庭暴力的女性，为这类女性提供帮助是卡米拉在过去多年时间里的主要工作方向。英国王室成员都会选择为一个或多个群体提供帮助作为个人的主要工作方向，比如卡米拉是帮助妇女，威廉·凯特是儿童等等。抵达机构后，卡米拉受到了非常热情的接待，从进门起能歌善舞的肯尼亚妇女就为卡米拉唱起了欢迎之歌，在一阵阵歌声环绕下，卡米拉参观了这些妇女们亲手制作的各类工艺品。有趣的是，在参观结束时，机构的通道内已经围满了肯尼亚妇女，她们热情地唱着歌跳着舞，其中有人还直接拉着卡米拉一起加入了进来。看着这么多热情的拥护者，卡米拉并没有抵触这些肢体接触，让身旁的妇女牵着她的手一起跳了起来。尽管这位王后很努力地想融入其中，但还是无法跟上节拍，最后只能站在原地上下摆动左手，来了一段尬舞。相关视频已经发布在主页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开看一下。由于妇女们太热情，卡米拉难以离场，在原地尬舞了半天才慢慢开始向前移动，但刚一动就又有一位女性上前握住了她的手继续跳，让卡米拉尴尬不已。身后的机构负责人看出了这位王后的窘迫，知道卡米拉之后还有很多行程安排，便上前帮助卡米拉离了场，
不然卡米拉一时半会是要走不出去了。这是两天时间里卡米拉第二次受到这样热情的接待了。在访问肯尼亚当地的一家毛驴饲养中心时，妇女们也是直接簇拥着卡米拉跳起了舞。不过当时的卡米拉更加窘迫，因为对方未向她表示欢迎，第一时间为她披上了当地的传统服饰，这似乎让卡米拉感到不适，并在舞蹈结束后第一时间取下了她。不知是因为真心为这些得到帮助的妇女感到高兴，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卡米拉在对该机构进行访问工作期间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这位王后收起了她以往的高傲，并且打破了英国王室的传统规定，近距离和妇女们进行了接触，在离场受到阻碍时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真正做到了亲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虽然当地人民表现得非常热情，但从图片还有主页发布的视频中都可以看到，很多人直接向卡米拉伸出了手，并且并不在意他们的手可能会触碰到哪里，可能目的只是单纯的想要去触碰一下这位王后，这样不礼貌的热情真的令人很难消受。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安妮公主因其勤奋且出类拔萃的王室工作而广受赞誉。2022年，她参加了214次公开活动，这一数字令人难以置信。而据预测，2023年，她有望打破自己的记录。11月3日，长公主现身于英国工程公司成立40周年纪念活动，这仅仅是她近来引人注目的众多亮相之一。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女儿身着极地蕾丝礼服，佩戴着适合特殊场合的华丽珠宝，展现出优雅的气质。这套设计采用了喇叭形的底边，充满活力的青色和时髦的汤匙领口，蓝色和银色的吊坠项链，搭配相配的耳环，以及由闪闪发光的钻石和海蓝宝石制成的华丽簇状胸针，为她的晚装搭配增添了完美的装饰。黑色绒面及高跟鞋和腋下搭配的金色装饰手拿包使她的造型更加完美。她手中拿着一束橙色和红色混合着桉树的彩色花束，活动的照片迅速在推特上分享开来。这家工程公司由一群顶尖的工程师组成，他们聚集在这个著名的城市场所，支持工程师信托基金的教育、卓越工程和慈善目标。这些成员都是来自工程、技术和商业各个学科的特许工程师。当天早些时候，阳光洒满了伦敦教堂，为长公主出席的合唱仪式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她的身姿高贵，优雅地走进礼堂，眼神扫过人群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件富丽堂皇的斗篷。她如同一朵盛开的花朵，覆盖在她的肩上，与她身穿的连衣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斗篷的衣领处配备了金链，这个独特的设计让人不禁联想起已故女王。长公主知道这正是女王最钟爱的服饰之一，她不禁感到荣幸能够佩戴这样一件珍贵的单品。她既是对女王的敬意，也是对王室历史的致敬。这件被英女王多次穿着的罩衫在她统治期间引起了关注。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塞西尔·比顿在白金汉宫拍摄的肖像。在2012年的登基喜音乐会上，英女王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穿着这件罩衫。她从容自信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展示了自己的高贵和优雅。这次穿着的罩衫不仅展现了她的典雅风范，还体现了她在王位上的权威和力量。安妮公主继承了母亲的特殊珠宝，其中包括她标志性的三串珍珠项链。自从2022年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以来，人们多次看到安妮公主佩戴着这条珍贵的项链。这条项链对公主和她的母亲来说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是由乔治六世国王所赠送的礼物。这条珍珠项链不仅代表了家族的传承和历史的延续，更是一种象征着父爱的纪念品。无论是那件引人注目的罩衫，还是那条璀璨的珍珠项链，它们都成为了英女王和她的女儿安妮公主的象征。这些宝贵的遗物见证了这个伟大家族的荣耀与传承，也将继续为世人带来关于英国王室的动人故事。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